片刚刚采摘下来的树叶，变成能品味出甘香的茶，需要经过不断的打磨和揉造。制茶的过程就跟把一个人打磨成才的过程是一样的。我叫刘真，是武夷山的一名制茶人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武夷岩它的这个四大名虫之一，叫做什么？叫白鸡冠。它是武夷山近800多个树种里面唯一一个叶片生长出来就是黄色的。到了，到了。从17岁开始，我第一次制茶，到现在已经有13个年头了。我发现茶是有生命的东西，茶已经彻底融入到了我的生命里。我从小就听父辈们经常念叨，看青做青，看天做青，这就是我们武夷岩茶的制作精髓了。看天做青要求你阴天、雨天、晴天，根据不同的天气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茶叶。而所谓看青做青，就是根据茶叶不同的状态采用不同的做青技巧，这些都需要长期的实践和经验，和茶生活在一起，这样才能赋予茶最精彩的生命。它会将你生命的温度融于淡淡的持久的茶香中，这种茶香是独一无二的。在多年的制茶过程中，我学到了坚持和勤劳，它让我就像这片叶子一样，经过不断的打磨逐渐成熟，散发出芬芳的味道。我的目标是把中国茶文化继续传承下去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品味到更加美好的中国味道。